谢谢幸运造反的飞机，有大气来点大气，兄弟们，差点送你人数。先来个倒放的吧。扔了。伙计们，给我上马，我们要去赶赴一场对决。阵营需要三攻速，不拿攻速，什么阵营？我又不玩啥那个阵营。天堂的味道，就是装满地狱的枪膛。我都说是打不过水枪，玩个屁呀！双炮，敌方中心获得45%，这个加成会在风暴龙闪电法之后提升至135%。完了，应该卖了。齐亚娜应该扔了，卡我的钱了。
椰子没拿我很难受。特别装，我操！没路西不回头，差了我1块钱，哎，伏笔了。一开始那1块钱没吃到，这回又没吃到，差了我2块钱，真是服了。迅捷唤醒孩子下水道里的末日。让我为您指路。打死几个吧，强度可以了，应该可以个粑粑，可以，可以个屁。连败就完事儿了。
连败。应该能打过吧？不能打不过吧？差不多。给我来个四神龙，我的狗熊呢？没有风暴龙，你站那里干嘛？不能站吗？你管我！48，48，快递。快递，操他妈的蝎子这么幼。
我怎么感觉我要死了呢？这拳套还搁狗熊身上。太少了，那没有啊！赌这些牌都他妈赌不出来，玩个毛啊！玩个六啊！换个风暴，我好事成双啊！换个风暴也行哈，那也行吧。不行，把熊先扔了吧。下波扇的妈再不扇我们投了，没法玩了，咱这扇的太慢了。大剑全套给一个呀，我的哥！要不要拉阴口，还是把碗豪递出来呢？碗豪不是那么很重要啊，拉阴口吧。
七级再上一个扇子吗？这个神龙转大概率都会有的。好事成双不用吧？用啊，七级用啊，七级好事成双。现在先上六神龙吧，六神龙肯定比好事成双厉害点啊。最好第二个给神龙转，然后再好事成双。踏把无尽。下下轮就可以拉了。亚索我也很想要啊，哎，正好撂亚索挺好。狗熊二了，有东西能换吗？换碗豪吗？四三四零三二五。亚索的这个大棒能合成，就你叫冒险侠呀？我听说你有个龙女儿啊！你妈了个巴子的，跟我俩合龙招！操你哥！留一张满豪吧。
我操，这个灵风我很想要啊，但很可惜没无尽呢。哎呦我操，这个行啊，光明无尽呢。这都不要，这就有点过分了。嗯，接下来的装备怎么合呢？电刀、冰甲、巨杀、电刀吧，圣杯。圣杯的话，你就只能合泰坦了。匣子，夜印给一个也行。夜印电刀吧，夜印给亚索吧，省得亚索死。完了，后排卡扎给电刀，或者圣杯。给圣杯吧，我电刀有了，我有离子火花，应该不太需要。我他妈给你一个波啊！我让你水枪，水枪是吧？就你叫水枪啊？就你叫水枪？你这个老屌！圣杯亚索就可以放前面，羊刀，感觉我要吃了。但是我们吃鸡上线八神龙，兄弟们，我们吃鸡上线八神龙。我这扇子妈没法换地方，因为我风暴之眼，我现在就比较怕它吹风的。哎呦我操！这伤害，啊，这伤害，这伤害，什么叫伤害？来个全套吧，别的感觉也没什么用。伏击，搞点功能装备。直接拉人口吧。378 4660 398 4980，可以。
给我拨他，阿杜根。这么放吧，我也没地方上了，上两个亚索呀，亚索一星的麻药管好厉害，就你叫杰拉呀，啊，喜欢赌是吧，喜欢赌，我他妈给你一个波，我操你哥的，给我波他操，我就看不上你们这些水枪，这些暗灵楼，啊，就这些幽影楼。喜欢跟我俩赌。七神龙不如上两个亚索，没跟你说亚索是一星的吗？我看看，我看看亚索和婉豪哪个收益大一点。4980413，4980403，那肯定上婉豪啊。蓝枪没用，不要蓝枪，没伤害这玩意儿，不如取亚娜搞个那啥。亚索能好事成双，啊，原来搁这儿等着呢。好事成双。怕他妈这钻石之手有点克我呀，有点克我呀，啊，有点小克我，想克我。如果亚索能二的话，我再找一张亚索，我上行，我觉得。但现在这个不是加法强吗？153133120403，这个加的多一点，这血加的也多一点。看看这水炮能打够不？这水枪真是他妈毒瘤，哎呀，真是个毒瘤子。没事，我死不了，问题不大。等我两箱亚索啊，不急。这家肯定打不过我，所以不用急，不急啊，不急，不要急。
发生什么事了？别我死！可以接受，可以接受。哎，怎么能打赢我了呢？上一波不是这么打的呀？我想一想啊，上一波打的人不是这家吗？难道？因为我记得他没有赢得这么轻松啊。哎，我的钱，我操！哎，我的钱，没事，我家再来一把。这把其实不是很顺，你们明白吗？血其实有点少了，但是我们应该是无敌了。我已经找到了我的上分秘诀。今天如果我想上，搞个大师应该是没啥问题。这还不顺，这还顺？那扇子妈他妈坑哧瘪肚的都上不了三，还顺呢？妈剩34滴血才开始给我锁上血，还顺呢？